Ultra Dash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性破格出門在外只有聖帕斯耶、yeah, 大家好我是柯宾很高兴我们今天又来到这里都已经在好冰江街滨江街滨江街的是在高清街啊你看控打高轨啊你上高轨啊哎、来往后推一点不买了等等等等哎这是什么看一下欧宝闪电闪电我们今天要叫欧宝不是哦哎整排的嘞我们等下滨江街整排我们都把它全部都买一轮好不好吗你帮我照过去一下没关系偷偷预告一下下一集高级头塔会不会我就不知道拭目以待有可能搞不好结果我就不知道了好像有哦好像有哦真的吗拭目以待我们就整排了都搞没鬼这样狂鬼是 BDM 啊是 BDM 吗可能我这边狂鬼看了福特这样的回白都搞没鬼啊回归正题我们今天要来教欧宝说实在的老板去买的车对不对什么车我都不知道可是我交新车就很高兴了他说交新车我的将来啊不知道应该是图片那一台吧是不 是叫什么我都不知道哎 ，Astra 哦 ，Astra 哦，我几辆在上面掐了。我刚走进去的时候，我来看半天哪一台，我在找那个有一个蝴蝶结那一台就是了。走，我们去交车好了，走走走 ，Go Go Go。哦，一圈了哈、哦，这间整间还蛮大的。坐在这边比较没有那种压迫感啊、还不错，整间很大间。你上次车展为什么没去？你太突然了啊！每次你们都没有先跟我讲，我那时候好像在交车吧？你没有先跟我讲我在预约交车了、我不可能交到一半把客人丢着，说不好意思，你自己看我，我先去交看新车。对啊，还好我没去啊，不然我冲动，大家多买几台怎么办？这台没有 M 六。好，我们去逛那新车。新车、对，耶耶，我们的新车。有没有看到？哎、人家有用心呢。之前都是红色，人家是不是搭配故意搭配，还是他们的就是这种颜色？可是我觉得是故意搭配的。我觉得配起来蛮漂亮的哈。对啊。你看欧宝的 logo 都上去了。而且很稀奇，我们竟然会买这种特殊色。这算什么颜色？看起来是黄，有一点摇光，芥末，芥末黄。可是讲芥末就有点 low 了，你知道吗？啊，是啊。不会啊，滚动哦！哎，这个叫做什么什么红，什么什么黄啊？这是什么黄？芥末黄，就落掉了。好了，先不管颜色了。哎，这个水箱护罩啊，它整个就是延伸哇，延展过来，直接跟大灯这样过去，有没有？哎，它 logo 是黑的，还是一样黑化？看起来黑化，我是比较喜欢黑化这样。哎，镜头这边，镜头在那边，看在这里，没注意看来看不到。哇，前哇，藏得好好。对，对啊。没注意看看不到啊，这个它就做一个，这个就是我现在比较流行的这个皮套，现在都流行这样。然后下一个车次代可能就直接引擎盖到这边就没了，每次改的又不一样。啊，就前面有雷达，这个应该都 LED 的啦。它铝圈搭配是黑的，所以它黑的配这个琥珀金。哦，琥珀金呀、啊！琥珀金，真的是漂亮哈、哦！什么芥末黄？对啊，琥珀金呐、啊，它搭配的是悬浮性车顶，车顶都是黑色，那有没有？琥珀金搭这黑的还蛮好看的，个人是这样，不会觉得很突兀啊。这些环境应该环境的吧？对，对啊。然后这里方灯，对，这样上来的，对啊。这台车比我在照片上看到的还好看哈、哦。对。好，我们先看外表。哎、它的加油的盖子好大哦！哇，这大台嘞，跟一样大。哦，那个真的，真的真的，我没有乱讲。比你看我手才这样而已，我两个手了嘞。而且你看它卡起来是有个斜度，对，往上翘啊，翘起来很帅。九五以上的，讲到这个。我们之前交过车都没有帮我们加油，这一次人家有帮我们加油，应该是这样说啦。加油，他们原厂应该是原厂新车交出来应该很早就加油，啊，他们的说辞你知道都说什么的啊？你们新车啊，我不好意思开去加油啊。可是人家比较贴心，哎，你讲隔三秒，我们的业务加深，人家有致电说要不要帮你们加油，我们说好，他帮我们加油，是蛮贴心的一个动作啦。可是如果更贴心，有没有？直接帮我们加好，算他们的会更好。可是人家还是有贴心帮我们去做这一块，人家可以当作对不知道就好了。可是我们还是要讲一下，这个是算服务有贴心，可是如果免费会更好耶。
我想说，我刚看了一下，认了一下，说怎么开，应该是没错的哈。耶、yeah, ，还好我会。它这个我觉得它很奸诈，像Golf是金的，有没有？它这个是黑的，你注意看的时候，你看不到有，你以为是正常的。我刚刚还是脱压一下，还会动。对啊，对啊，就藏在里面。啊，这个又凸出来，所以你会觉得是不是？我刚刚看一下，哎、啊，如果这边不是，我再猜，我就可能摸下面。我靠、啊！第三叉车灯吗？是不是？一般都是横的，它就直的嘞。是吗？没有。你要不要赌？没事。是啦，你试一下。有吗？有。第三叉车灯。对啦齁、嗯、完蛋，这个坏掉了，这是一笔钱。第三叉车灯坏掉的几率不大啦。刚我来的时候，就路上看到一台他们四成的，这个灯就是，其实我最喜欢就是类似这样灯就好了，简单，我不要太灰。就是假设好都不用弯下来，这样一条这样也可以，简单就好了。方向灯现在的科技为什么不能把它灯做成这样子，都这样一条就好了。好啊，方向灯就这样过来，过来踩刹车，整个都变成白色往后照一条，像 LED 看板嘛，灯包了。对，为什么他们不这样做？哦，交车里哦，交车里嘞，偷偷看一下，下面是什么？哦，备胎而已。哦，现在他们也都会哇，上面。这个不是规定一定对一定要的，哦，它这一层下来就会更大了，对，通常都这样下来就更大，置物空间更大。没有电动？没有，没有手动的。其实这个屁股还算不错，它都切线这样，你看哇，这样下来。我喜欢这种切线很明显，有一条角度。角度哈、哦，这样直接。对啊，直接过来啊。然后这个上面有一条、啊，其实这台车蛮好看的。对，好，左右应该是一样，那、啊、我们就看一下内装好了，内装看一下，这应该都是感应的钥匙了，现在应该不用特别再强调。哎、欸，麂皮的嘞，哦，高级车哎，这个椅子啊，只要中间做麂皮的，就觉得好像是那种 BMW 是 Empower 啊那种，就是对 ，Empower， 一定要 N 的，满满的科技感呢。哎、欸，整个这样延伸过来的中控台嘞，对吧？他帮我们加油，大概半桶而已。吹油灯啊，你干啥哦？这应该跟车什么都有了。可是我等一下请他叫一下，我先看一下。等一下电动你会自己推？对，这个就是轻松下车又什么模式的，我的也可以调，可是我怕一直动会坏掉。会不会讲太多了？有一点啊、哦，有点哦，那不要讲太多了。大概看下就好了。哦，讲太多了，小事都不用讲了。对。那你这个内装你会喜欢吗？内装还不错哦，我觉得麂皮的感觉做起来那种战斗气息就比较浓厚。啊，跑起来怎样？麂皮我真的没有研究，嗯，我很笨，我测试就知道了。先问你，第一眼看到你喜欢这个车吗？刚看到，反而外面的四乘车看起来比较丑哎、欸，可能是因为可能是休旅车吧，不是比较丑啦，就是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啦，应该这样说啦，不能说人家丑啦，人家被打对不对？看到这一台就觉得哎。欸它比较小，因为我比较喜欢，你也知道，我现在不喜欢休旅车，喜欢轿车。这个看起来，比如说同类啊，就是一般的中间小车这样，对啊，还行，对，可以列入考虑。这是代步车，应该我其实觉得不错啦。啊你，你嘞，你刚刚觉得不错啊，不错哦，有点，这算是跟 Focus 同级的吧 ？Focus 如果这样的话，应该。哎、欸，它算进口车，为什么你讲 Focus？ 你应该讲 Golf 啊 ，Skoda 啦。Golf 又比这个小一点。Golf 比这个小 ，Focus 也没有很大啊，反正差不多啦，就是大这种类型啊，就是大概对啊，就这样好啦，我们这样讲好了，就中间都是啊，比如说你像 Focus 啊 ，Golf 啊，马三啊，对，就是类似这些讲这样的。好、啊，等交资料，交资料。汽车教授，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Rich View， 打造舒适的行车体验。科技哥跟您报告一下，我们今天交车的一些明细跟您说明一下，我稍微整理了一下。大概教我一下怎么操作这样子。对，好。真的很有质感，包括你看到它细节的部分，这边都是哦，这个它的出风口都没有缝隙，做的很细腻。它是这样调的嘞，它做的很细腻。然后今天摸摸看，真的，它做德国的，非常的精准。那一样，我们踩刹车，很发动。对，那这个等级呢是有
变动椅的，嗯，对，高梁主机模式，然后搭配两个都是 HR 的座椅，坐起来非常服帖。HR 座椅就是在德国的一个脊椎的健康协会做的认证，嗯哼，坐起来很服帖，不会有缝隙。哦，对，感觉还不错。那这边就是 Event 2的一些安全的设置，很简单。然后这边就是一个多媒体的设置，他这边会告诉你说，有些资讯可能不太了解的话，在你在交车过程当中可能忘记了，没有关系，我们可以按这边了解更多。对，你说有一个说明书嘛？好，我要大概了解在哪里。讲这部分嘛，他点了他。车窗系统分为多个区域，仪表盘、信息娱乐系统。那我们现在回到首页有几个方式，最简单的方式用三只手指头给他。就回到首页了就回到首页。那当然，空调的部分，它可以从屏幕做设定，也可以键盘式的，就比较及时。那这边的话，就是它的有三段电热源。哦，我知道。所以哇，连这个也会啊？电也会热，当然它也会热。那它的因为它不是 USB， 它的 Type C。哦 ，Type C 有两个充电。对对。那这边的话，副驾驶座的话，这边会有一个。哦，我知道，安全气囊的。小朋友如果。后面真的太吵，要坐到前面，然后再把它请过来。我知道，对对，比较不会危险。这边就是安全带，然后后方安全带都要提醒。哦，了解。后面也有第二个充电。哦，充电的 ，OK。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它这个拨的话就是这样拨而已嘛。对对对，那停车的话就按停。哦，他说。你像车在停在室内哦，你会发现它的画质非常好。嗯。我们是3年或10万公里保护，那每10000公里做一次保养就可以了。所以我现在回去就是开直接开10000再来，还是说要一个1-2千回来检查一下？1-2千回来再回来检查，检查不会给你换油。就检查而已，检查而已。那通常我会跟客户1-2千回来检查一下，看系统上什么不漏水东西。保养也很便宜啊，保养第一次保养才5000块上下。5000块上下。第二次会稍微贵一点，肯定先要投保。9000块上下，其实有算起来，第一年开10000，那是第二年的事情了。对啊，一年才5000块，其实你该这样算起来是蛮便宜的嘛。对啊，钥匙的话，这个不要搞掉。哦，这个不要。对，到时候如果要复制钥匙，这很重要。好。对。钥匙怎么样？好，再次感谢嘉森。对对对对，谢谢。你要不要宣传一下？对啊，如果要买那个，现在没有 Shadow， 没有 Shadow， 他说。没有 Shadow， 所以不好露脸了。所以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来找嘉森。对，对对对，嘉森，对李嘉森，等一下就回去了嘛，哈。好，再次谢谢，不会。有需要随时跟我联络。OK， 好，感谢你，感谢你，谢谢。耶，回来了。其实我边开啊，好，你说为什么开比你慢？其实为什么呢？我还在研究，后来我发现这个也是有按钮的，这个按下去。它可以看跟车，可以看一些，我主要还有一个最主要的温度。哦，对，水温啊。对啊，我就边开边研究，说开慢慢开啊。开起来，它是算1.0那个级距是1.2的嘛，我觉得开起来蛮好开的啊。有力吗？算还不错，也没有开很快，就是稍微踩一下再超车，我觉得还可以。它好像是130匹嘛，扭力好像20左右吧，忘了没？我没有特别去研究的，可是我觉得开起来不会那种就没够大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还是可以啊，因为涡轮车嘛，踩下去就可以开的。跟车我刚好试一下，一开始我不晓得怎么按的，没有按到至中，看到不至中，我不晓得我多按几次，它已经跑出了汗，哇！我说那能给多能给棉花板走，开口板走哇，给我们讲还是气了，开呀不行嘛，哇能给安的呀，我说还是气了，我就稍微玩一下了，还蛮好玩的啊。这个其实还跟他熟悉一下，你说其实说实在，从这么短距离说很好开还是不好开，其实说不准。可是我就觉得先算好开，它的椅子的包覆性还不错，都不会滑，然后这麂皮的真的坐起来真的是舒服，我觉得还可以。好啊，只是说类似像小司机，他开久一点，可能开个1-2千公里，他可能就会更 OK 了，然后把资料都交上去。他说这个不能不见，万一不见了就可以再打。好，我们今天好交车就回来了。其他细节到时候小司就会讲了。对啊，我们不要讲太多。人讲完了，一杯讲啥，对吧？那喜欢记得帮我订阅、分享、开小铃铛哦，我们可以这样一路买过去哦。哈，靠大家支持的，拜拜。耶耶，你看这是我们的交车礼，这个是雨伞一把，帽子2顶。
弹指，好，一个弹指，这个是我们中奖的购车好像可以抽奖，抽到刚好运气算不错，抽到一个鞋子，艾迪达的，哎，几号了？几号呀？十号半，275，哎呀，穿不下，我的刚好，他没有问我脚多大哎，搞不好就是你的，没有，他没有问我脚多大，可是275我是可以的，对对对对。哦，这真的不是 C 的哦，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有鞋子。最大奖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可是他刚好中鞋子，他还中来金庸别墅。讲太多了，这车才多少钱中别墅？セーパカク，出门在外只有圣帕斯。Ultra Dash，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汽车教授，职人洗车用品专卖。Rich View， 打造舒适的行车体验。